可以说呢，今天整个山东省体育馆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，一片喜气洋洋，欢声雷。威团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，脸上贴着国旗贴，手里，是我们的山东男篮的，任了山东黄金男篮的主教练，可以说呢，在我棒的，也是众望所归。好，那么是济南杨氏太极拳研究会的会长。 说起赵薇从，想到老年的情绪，对，而且像这样一个年纪，能够让他们，他肯定之前都是三岁了哈，退休工人，那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这个，哇，高谈跳啊，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，没错，这个说到，燕山比较长的，也是我们京石路和二环东路的一个交通枢纽，这个交通压力的缓解问题，而且呢，还与这个是黄带陈，是一名残疾运动员，嗯，是运动教练员来奠定的。 而我们这个金字塔下，好，奥运圣火抵达了济南站，请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。好，圣火杯已经熊熊燃烧。